今天要来去吃咖喱饭，啊！你外口就碰到师傅。这间本地伫海岸路，尾仔才搬过来安平。啊，搁有咖喱火锅汤头，拢家己调制。我来的时间有较早，平常时拢爱排队。一边是咖喱锅，一边是咖喱饭。啥？要做一个咖喱，啊，原来程序这么啊复杂哦。丁薯原来爱炒丁，放一枚，所以佮放入去冰箱内底冷冻，互伊发酵。这是因所使用的香料，拢摆遮，互大家参观。椰香嫩鸡。椰香嫩鸡，然后这个呢？姜黄饭，然后上面有一块香菇，一块杏鲍菇跟一块地瓜。啊，这是什么汤？那个是洋葱浓汤。洋葱浓汤。对。啊。你说这个是什么猪排？塔兹猪排。塔兹猪排，然后下面这个是姜黄。姜黄饭。啊，这个什么汤？洋葱汤。洋葱汤。对，那是咖喱酱。咖喱酱。对。咖喱的风汤给你看。对吧？这块的 Q 不错吼，环境也很清楚吼。对。哎，你要好吃无？安怎？无遐天才啊！啊？我当吃尔，伊就问我好吃，请大家好啊享受。好。大家再来问你。伊的咖喱酱调了真入味，所以来南地白，哎，拄拄啊好呢。白，这是现内用哦。哦，你也食无够饭？哎，食无够饭，跟啥？哦，咖喱酱，饭都可以续了哦，再来一碗，真好。这个微辣刚好。微辣刚好。对，然后这个肉量嘛加侪有够啦。肉量加侪哦。微所在的家里鸡啊，还有无靠水。哎，这不是讲有几个店。猪排嘛是袂歹。是袂歹啊，嘿啊，啊有几个店。唔知影，大家网络去看嘛。台湾人食咖喱赖是是为日本时代开始的。伊到即马来，一定会调出咱台湾人家己特殊的口味咯。啥哦？这里的？唔是，安尼是一套，嗯，安两个甲分做各取所需。哦。迄个广东话读做量或者是人，啊，若华语读做进。